弯到触碰到地面。洋葱，你要往前弯啊！对，你要弯啊！可以把右手放在膝盖上，这是左手啊！对，大家先双手合十，脱掉鞋子，站在瑜伽垫上面，然后跟我一起说：“一起来耍废，一起来耍废，快点啦！”快点啦！这个垫子很烫。然后现在把手双手举起来，然后往前弯，弯到触碰到地面。洋葱，你要往前弯啊！你要弯啊！弯啊！没有啦，你要弯啊！对，你要弯。然后慢慢的把你的右手举起来，好，然后把你的左脚抬上来。当兵的时候也是。哎呦，哎，杨坤有样子，有哦，这样子训练你的核心。好，接下来换另外一边，最好是那么快啦，很热啦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现在把你的左脚伸到你的前面，像我这样，然后再来把右脚伸到前面，最好是啦。蹲下了，就是蹲下，慢慢的往后坐，然后躺下，又滚又滚，用这个没有用这个姿势保持三分钟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眼就瞎掉，老师。好，现在把你的腿伸上来，对，好，现在把你的重心放在腿上，对，这样，这样。你脚要不要怎么摆？有人会晒脚吗？好，看看呢。我的今天的课堂到此结束。300。我叫陈佑嘉，英文名字 Chen Yoga。膝盖撑起来，对，然后依你最大的能力，就这样往上。可以把右手放在膝盖上。左手啊，这是左手啊。对，对，旁边，旁边。然后把你的双手合十。对，然后你的这里要成一直线。然后一起说，一起来耍废。然后一起说，一起来耍废。你认真要这样吗？认真这样。哦，瑜伽的一部分。来这边的瑜伽的一部分。对，瑜伽一部分。好。对啊。一二三，一起来耍废。